级汽车。蚂蚁搬家，大家快点，不要跳队。发生了什么？我酷宝的工作开始喽！我挖，我挖，我挖挖挖！快躲开！石头在向我们求助。啊，不对，是一群小蚂蚁。我们的洞穴被一个大家伙弄坏了。大家别着急，让我们先调查一下，到底是谁干的？真讨厌！啊，居然是酷宝！哈哈，什么？你们说我挖坏了蚂蚁洞？我挖，我挖，我挖挖挖！哦，真是对不起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们相信你，蚂蚁们实在太小了，很难被发现。工地里太危险了，不如我们帮蚂蚁们找个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吧。蚂蚁们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好呀，我们要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这个任务交给我吧。挖掘机酷宝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探险头盔，时空跑道开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缩小的感觉太有趣了。蚂蚁们，我们出发吧。我们要搬到哪里去呢？跟我走。车轮轰隆轰隆来到街道上，车轮轰隆轰隆来到大街上，车轮轰隆轰隆隆穿过草丛向前走，轰隆轰隆来到了花园。我要开始工作了，惊喜道具开启。还会来看你们的。酷宝，你怎么对这花丛讲话？因为这里住着我的朋友呀。朋友？臭臭车闹翻天。三年没洗的臭袜子，腐烂的水果，还有长毛的臭鸡蛋。哈哈哈！真是太臭了。
不过，我的臭气弹成功了。出发吧，臭臭车，去贝勒小镇大闹一场吧！哈哈哈！好臭呀，汤姆布，是你放屁了吧？不是我，是乐嘟嘟。好臭啊！啊，乐嘟嘟都被臭晕了。乐嘟嘟，乐嘟嘟，快醒醒！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乐嘟嘟被一股臭气臭晕了。呼噜爷爷，你快帮帮他！好的。你终于醒了。不好，你们先躲起来。我的甜甜圈臭了。我的头发臭了。我全身都臭了。这些臭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看来有人在捣乱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哦，呼噜爷爷发来了求救信号，怎么看不见啊？有一辆很臭的汽车，喷了好多臭气，我需要升级去阻止它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，呼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，我们也来帮忙。到处污染空气，我不能呼吸。噗噗噗，臭气飘来飘去，讨厌讨厌。注意，大家快点躲好。怎么了？臭气臭气飘过来，快躲开，快跑。公园公园被污染，臭臭臭。农场农场被污染，臭臭臭。关上门，关上窗，躲起来，别靠近。不能太臭了。臭臭臭！别担心，我来了。哗啦哗啦，洒水车，哗哗哗，转呀转呀，打水枪，转转转，喷喷水向前挤，让空气变清新。哦，感觉好多了。好清新。臭车，你逃不掉了！瞄准左边的洞洞，砰砰砰！瞄准右边的洞洞，砰砰砰！跑呀跑，追呀追，拦住你，别想跑！发射！砰砰砰！哈哈，现在你喷不了臭气了吧？我的宝贝臭臭车回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等等等，不要！好臭呀！毛毛怪来捣乱。老板，我今晚有演出，请给我剪个帅气的发型。没问题，保证让您满意。阿啾！已经剪好了吗？我的头发！贝吉修先生，真对不起啊，我这里有一顶假发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只能先这样了。我的假发！是谁乱丢垃圾呀？不要！
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头发长出来了，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呀？这太可怕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开心虎，小镇出现了好多奇怪的绿毛毛，你们快调查一下。绿毛毛？这些都是我干的，我是哈哈怪的表哥毛毛怪，他是来帮我报仇的。地球马上就是我的了。你别得意，开心虎，让我们和超级汽车合作打败他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分类垃圾车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毛毛怪来到地球，搞破坏搞破坏，没有人能阻止我，毛毛炮弹最厉害，把你们变成毛毛怪。相信相信毛毛怪，变过来，毛团团乱到处飞，危险危险，快躲开！救救我！姐妹们，该我们行动了。街道街道扫一扫，公园公园扫一扫，毛团毛团全扫掉，一袋一袋的毛毛，加速加速洗一洗，用力用力洗一洗，毛团毛团全清理，城市城市变。还有很多毛毛蛋，继续攻击！怎么又来了？别怕，我们来帮忙！向前向前 ，Go Go Go！ 吹呀吹呀 ，Go Go Go！ 毛团毛团别靠近，千万千万要小心！向前向前飘飘飘，吹呀吹呀 ，Go Go Go！ 扭转。我的头发怎么办呀？北极熊先生，看我找到了什么？我的假发，太好了！你们今晚有空吗？我想邀请你们参加我的演唱会。太好了！热闹的汽车节。朋友们，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汽车节了，大家都会来参加。我的蛋糕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呢？放心吧，雪莉，我的汽车壁画已经完成了。我们的汽车模型也拼好了。这些鲜花要摆在哪里？这里，这里。雷克警长，谢谢你来帮我们。别客气，哇，你们把这儿布置得真漂亮。嘿嘿，今年的汽车节一定会特别精彩。我们都好期待呢。走吧，我们先回家吧，明天再来。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你看。有人破坏了我们的会场。别着急，我马上去调查。会是谁干的呢？当然是我啦。哼，你
你们居然想举办汽车节，这可是我最讨厌的节日。机械车，去把汽车节的一切都摧毁！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嗯，你举手干什么？给我继续破坏！不行，我必须马上阻止他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机械车正在破坏汽车节，快，我需要升级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超级汽车出动，我们也来帮忙。第五向前冲，冲冲冲！快躲开石头，石头飞过来，挡住啦！别想跑，紧紧跟在你身后，任何危险都不怕，超级汽车不后退，追呀追，第五第五继续追，加油加油！转个弯，目标消失不见了，去哪了？别担心，雷达灯光闪呀闪。目标被找到，一张大网抓住你。太好啦！我们的汽车节还能继续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们来帮忙啦！刮呀刮，七彩壁画真漂亮，真漂亮。尝一尝，蛋糕面包味道香，好香呀！听一听，大家一起来帮忙，一块一块拼起来，多么珍贵的纪念。扫一扫，垃圾灰尘全扫光，全扫光。喷一喷，小花小草才够香。哈哈哈，跳起来，跟上同一个节拍，许下同一个心愿，永远都是好朋友。今天的汽车节真是太热闹啦！是呀，我本来还以为要办不成了呢。超级汽车是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，相信我们会一直守护大家。八爪虫虫车，哪来的蜘蛛网？可恶，原来是你。嘿嘿，我想到对付超级汽车的办法了。哈哈，八爪虫虫车诞生了，让我来测试一下你的威力。嗯，冲冲车出发。嗨，你的颜色好漂亮，是在哪家汽车美容店做的呀？我也想去试试。哇，你身上的装饰好特别，是在哪家商店买的？别那么小气嘛，快告诉我吧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听起来像妮娜的声音。很漂亮，装饰很特别的汽车。妮娜讲重点，
哦，他会吐丝，把大家都缠住了。没错，我们需要升级去阻止他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象色突破车，迪娜。破茧赛车，旋风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向前冲，引擎轰隆隆，跳跳跳，向上跳，让我找一找。白白的，长长的，大家要小心。黏黏的，亮晶晶，一团一团很危险。他在这儿，快追！这有两条路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喷喷车轮追呀追呀，目标目标在前方。上跳一跳，轻松跳很高。去哪了？找到了！转转车轮，追呀追呀，目标目标在前方。长长的线乱糟糟，向左再向右，轻松躲躲开。可恶，砍招！哈哈，打中了！别高兴太早，反击时间到。长长的线绕呀绕呀，我们。一转圈圈，紧紧包围，别想跑，咕噜咕噜噜，不要再出现。不好，八爪虫虫车又出现了。嘿，旋风妮娜。曼多多，你为什么打扮成这样？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打扮哦，你们看。啊，我也要变成这样。大家的喜好可真奇怪。海盗通缉令。把东西放下，我是警车雷克，现在要以盗窃的罪名逮捕你。哦，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雷克警长，想抓我，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不好，站住！前面就是大海，你无路可逃了。正合我意。哈哈哈！雷克警长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嘿。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有辆汽车偷走了金奖杯，他现在逃到了海里，我追不上他。你说的汽车，难道是他？没错，就是他。可恶的海盗车，他竟然能在海面上行驶。别担心，我们也有适合海上作战的秘密武器。哦，那太好了，快让我升级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破茧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啊！
全速前进，抓海盗，加速，哟呵，加速，哟呵，加速，加速，加速 ，Go Go Go！ 加速度冲冲冲，我们去抓海盗，引擎声轰隆隆，吹响战斗号角，海风吹摇啊摇，小心不要摔倒，海浪拍哗啦啦，坚持不退后。拉响警报去战斗，雷达雷达滴滴呜，目标目标找呀找呀，向前向前追呀追呀，加速前进去战斗，引擎引擎轰隆，进攻进攻冲呀冲呀，左边右边抓呀抓呀，就凭你们也想抓我？帽子尖钩子，我是可怕海盗，很强壮有得快，不怕光分海啸，躲金币抢珠宝，永远不会满足，跑呀跑逃啊逃，前辈我甩掉，超级汽车去战斗，目标目标瞄准了，咻咻咻咻躲呀躲呀，咻咻咻咻躲呀躲呀，超级汽车去战斗，浪花浪花哗啦啦，进攻进攻看不见了，进攻进攻动不了了，哟吼，饶了我吧，那你快把东西交出来吧。什么东西？就是你帽子里的金奖杯。被发现了。一日警长。观众朋友们，贝勒小镇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，是我是我是我，雷克警长。竟然是警车雷克。大家都喜欢雷克，为什么没人喜欢我呀？我可是最快的赛车。我现在就去找雷克比试比试。比试什么？雷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，你烫得像一个刚出炉的烤地瓜，肯定是发烧了，要赶紧去医院。可是，有紧急任务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我收到了紧急任务。没错，雷克警长，贝勒大街发生了交通大堵塞，需要你指挥交通。让我去吧，雷克生病了，他现在非常虚弱。好吧，那今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旋风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肩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十字路口堵车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左边汽车快快前进，右边汽车快快后退。撞车了，都怪我太心急了，千万不要拥挤，一个一个保持距离，注意注意慢慢通行，道路道路畅通了。谢谢你旋风，指挥交通可真难。抓小偷呀。小偷小偷别逃，旋风警长有办法，轰隆轰隆加速追呀，冲啊冲啊超过你啦，我赢了。旋风，这不是比赛。我应该抓住他，改变我的方向，朝着小偷追呀追呀，加大马力向上飞呀，轻轻松松抓住你。好，遇到困难别怕别怕，旋风警长会有办法。小心，遇到困难别慌别慌，
旋风警长马上帮忙。谢谢。别客气。谢谢你呀、旋风警长，跑来跑去不怕辛苦。谢谢你呀、旋风警长，热情勇敢不怕困难。好累啊。嗨，旋风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一切还顺利吗？原来当警长这么辛苦，难怪大家都喜欢你。观众朋友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下面揭晓今日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旋风。啊，是我。恭喜你啊，旋风，看来大家也很喜欢你哦。你说的对，我可是最酷的赛车。大嘴贪吃车。啊，嘟嘟，你买了什么？不能说，不然明天就没有惊喜了。咦，大家怎么都在准备礼物呀？你忘了吗，酷宝？明天是贝勒小镇最有趣的礼物交换日，大家用这种方式表达友谊与感谢，每个人都很期待这一天哦。哦，那你也准备了吗？咦，当然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！不多不多，这个给安琪，这个给亚米，还有雷克、高迪、小美。哦，我忘了准备旋风的礼物，我先走啦。再见，我也得好好准备跟大家交换礼物。交换礼物，嘿嘿，我要把你们的礼物都抢过来。贪吃车，该你登场啦。哇，今天可真热闹啊。送给你，乐多多。谢谢，我也有礼物给你哟。呼噜爷爷，谢谢你平时帮我浇花，这是我做的酱萝卜。呵呵，太感谢了。嗨，酷宝，你要和我交换礼物吗？等一下，难道你没准备礼物？呵呵，当然准备了，不过要等到天黑哦。哦，听起来很神秘呀。我的礼物！嘿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的礼物！我的酱萝卜！哈哈，他们都是我的啦！哼，好生气呀！肯定又是麦特博士在搞破坏，我们呼叫指挥中心吧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！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一辆奇怪的汽车正在抢大家的礼物。嗯，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跳跳车库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现在肚子肚子肚量又不动，砰砰砰砰，美丽
就是我为大家准备的礼物，烟花秀。礼物都混在一起了，我们分不清。嘿嘿，没关系，今天是礼物交换日，这样不是更有趣吗？有道理呀。没错没错。哇哦，我还是第一次穿鞋。你们看我，我是不是很美呀？珍贵的友谊。今天和安琪约好了去野餐，希望他能喜欢我做的三明治。快点！哎呀，我的三明治！妮娜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们也不是故意的。哼，你们太讨厌了，赔我的三明治。妮娜看起来好凶哦。好可怕。你太讨厌了，讨厌讨厌。尽情的讨厌对方吧，超级愤怒车，车车去破坏他们的友情。都是你的错，是你的错，我要把你撞扁。看我的。大家怎么了？为什么都在生气？妮娜，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？哼，不要你管，我讨厌你。我宣布你不是我的好朋友了。什么？哼，妮娜变得好奇怪呀。不对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今天大家看起来都非常愤怒。你们快调查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好的。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我就知道是他。安琪，这次救援靠你了，一定要小心那辆超级愤怒车。放心吧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别生气，笑呀笑呀笑一笑吧，手牵手抱一抱，神奇的小火苗被我们熄灭了。找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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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好朋友，大家都笑一笑，世界会更美好。不许动！你被逮捕了！耶！安琪，我们去野餐吧。好呀，我最喜欢吃你做的三明治了。